来，咱准备了哈，大哥，好，准备了哈，好来，进来进来，拍摄哈，进来哈，拢有啊哈，来，啊，要吃这个卡拉鸡腿堡来，来啊，干贝甲黑鱼肉，黑鱼肉啊，吹出来，来，来一包300卡拉鸡腿堡，卡拉劲辣鸡腿堡啦，这样开始专名啊，也要开始做胖多只。两一包的要红，两包的200块来，三个的要一包，来进来来200块的卡拉鸡腿堡，卡拉鸡腿堡，来200块给这头啦，嘿给这头来，来进来来200块的啊，来这样200块来，不加哦，不拿来卡拉鸡腿堡没有了，来一包200来都拿到了吗？都给了没？卡拉鸡腿堡，公布嘞公布嘞，坐一下，龙华哈，来九班来。来干贵300块，这个没跟太小，这针对他哦，这猪头来300块，一条便宜，一条三厘，来300两条的，来300块，也有两个客人而已哦。要吃干贝，原干贝的，用煎的，用烤的，来300块来。来前面也要。来干贵来，来300块的，我去，这有那没卖哦。来大哥您。来乌拉哥关掉吧。来两个700。来不关掉，来300块来进。来都有了哈，来多呀，对哈，来，来来喝，来八宝年，关心一下。哦，来啊，黑银来，对啊，一包老的。来那个，来别吃黑银的来。十班呐。凤尾虾仁哦，哦，9班哦，一包500公斤，不够好吃。没有。来，有要吃的哈，吃啊，买一包200块都。200块，买几啊个？刚才那个台中大哥啊。放出你搬去江山啦！来200一公斤，500、400咩？来200咯，200块一公斤咯。凤尾虾仁又挂尾溜，啊，多好吃！对针对行对差拢会使。来200块俩，这个凤尾虾仁200块来，来200块200块啊！来200块来，再来来。来凤尾虾仁，来200块，这边还有。来黑鱼200块，今天各位。都可以留看到凤哥，来200块来，凤尾虾仁都买到了哈，哎，真的很好吃呢，来200弄完，来小姐要这边来，300哦，来这，来谢谢，1公斤的虾仁卖你200，不用考虑了好不好？来，阿妹吃9班的来，9班，快用起来，都大胃王，用好9班，来要吃2001000，200 800的来，我打500我收了，好，大哥被升官线了。准备七啊五，别卖掉啊！准备700来600块，2只给你，2只哦，不是1只哦，2只600哦，不是1只600哦。来，给你来600我了。来，再一个人给来，来600块来。好了，没有了。来，多利来。哎，他要鳕鱼，这些董事长要鳕鱼啊。鳕鱼啊，董事长对不对？董事长来啊你。好来。多利卖相啊。你今天喜欢我，你别爱啥？哦，你别啃物件啦哦，你哈毛钱多。来，我们假算你，要1800来，500块，来上面算你，给你3叠来4叠哦，来500块，来5叠500。哎呀，这叠够10叠啦，6叠啦，好爽快啊！大哥要6片啦，来3叠4叠5叠来6叠哦。来500块来，进来给我两杯假蒜泥，6片哦，1片不到100块喽，要买要快来，500弄准备了哦，蒜泥500块，谢谢。来高丽500我收了，给不？还有龙胆10块我也收了。哦，用干嘛去玩哟？好啊，去玩去玩啊，干嘛啊？来高丽鱼没起没亏没赔，没能把一公斤，听好哦，就5包呢，一包都100块来，高丽1包100块，对针对吹的暗烧拢好吃。来7包来5包来，来700块来，大哥那边来去。700块，剩3包，够那边吃多哩，来过来。来700吧。来，安尼博啊来。来多哩，最后7包200，700块够啊，结束这个回合。二来，阿哥别爱上边来。大哥，谢谢你。都够啊，再用蛋来，用蛋。龙蛋买1800，来500块，我都六块了。我龙蛋足济人爱吃的，啊，不过龙蛋真正无俗，啊，我拢尽量不落去。来500块，今日五个人给你，龙胆石斑没有了。我钱收了。来500块来，龙胆石斑来，这一斜下8对洞的，所以买更加嫩更加油。
来，不用一千，不用八百，五百块来，五个人家买买都来，赶紧。来，两家上三百，来五百块，五个人家。贝娜来，四个就好了。来，做一百，来五百块来，来吃够好啦。大哥，你可要结婚吗？哎，大哥，准备结婚了。来，来五百块来，两家上三百来，来五百块来，来最后三个客人没有了。来过一过一吧，来五百，拢准备条两张票。来，我之前有人点到下一桌。来，阿要吃刷多的来，这边等下好像多，叉开白炒车，哦，阿白轮足好吃，但是你唔好搞炒久，阿切较细块哈。来两百块多，这边刷多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来，来五个人加咩？来两百块来，你收钱哪一点搞讲话冲啊话嘞？来刷多两百块多。来四个客人吃啊！哎，这个你去炒一炒，很好吃哦，大火快炒。来两百块来，来冷巴都有货，给我好你看，来一包冷巴火都来，来两百块来，不也没价。等下让给你了，好了好了，咱不过了。我们来加点哦，贵的拢伊多你来对哦。来冷巴火来，进来，快做，快做。来冷巴火，再说了，再说了，说什么说完？来冷巴火可以给，可以快做。来冷巴火。两百块，这里蛋我。臭豆腐，要不要说一下？来，来刷一刀，有人没看到吗？我看到哟，好，把鸡蛋这个偷回来得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偷回来得。来，飞机进来，阿先生，小香肠好啊，喷血喷血，来三个人给杯小香肠。来，两百进来来，进来三点给对我进来。来，安全买蛋啊，两百，十五条百我来吃。但是有啊，两个人给无啊。来小香肠一百块，快给我给买一个好了。来一百块来小香肠，最后一包好啦。有人买虾啊？粉皮小香肠，虾啊好。来飞机券两百块，最后存一包。你若无买，我嘛无飞机券啊，四个客人来两百块。两份。来飞机券两百啦，来进来进来。来两百块，安尼三个得啊哈。一百。要装一起哦。来两百块来，安尼无啊无啊无啊，卖少卖少。飞机券哦，飞机券哦，三个五个，三个百块尔。哎呀，大哥拍摄，你也减一条，飞机券减一条啊！好，阿要食鸡腱啊，鸡腱啊！我见无买着囡仔的，我爱讲这拜五多仔啦。欢迎走。今天拜五，这个礼拜五才带来而已哦，因为伊这坡度哦做袂有啊，足侪人要爱啊，所以做袂出来，所以今天拜五较到袂好啊。来，这样一条就爱六啊五啊，这不是飞机券，这不是花枝卷，刚才那个是花枝卷，这个是旗鱼卷。正小吉兆，多好吃！来，这个一单做两百就做袂有啊，颇多加过年的。来两百块来，一件两百块来，两个，三条四条你整，两百块来，五条你整，六条你整，七条去请你好无？吃一礼拜七条，来两百块，这一件都拍好，这个回一件袂好吃哦。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我这一单六条，我一单七条，来两百，一件够了，要做那个紧的。来两百块而已，来，赶快赶快动动快，来，拜托你提前较紧上快，伊我做切面食，爱别做我唔了袂恁遐俗。来两百块来鸡腱，倒三百块就来头前较济吼。来今日鸡腱来，赶快切条你啦。来两百块来鸡腱，来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得，来两百块来鸡腱，两百块今日今日，来三条四条五条，来六条七条，来鸡腱来倒三百块就，来两百块来。来五条、六条、来七条，你来，来两百块动作快啊！要吃鸡腱的，来阿姨老师，鸡腱真正好吃。来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两百、六条、两百，啊七条你啦，条送过来，两百块拢送快了哦，鸡腱。来两百有啊吼，来大家别好，谢谢。啊要吃葱啊，有人要葱啊，有人要虾啊。来虾啊，吃葱啊好。来啊这三条鸡腿先啊快起来，虾哦。来两不加虾子两百。大鸡哦。哦，这大鸡哈，来有要吃的哈，一斤才八十块啊，一斤，啊，你千块骨啦，你合，这家你大卖场买同款，老要吃的三斤鱼啊，无来两百块，就前面四斤哦，你，这是沙爹口味的，沙爹口味的做价，两百块俩。我咧这四斤卖你两百，你够了哦，这一斤就人个两斤多啊，来五斤两百，就前面沙爹鸡腿。啊，这个我请你来，六斤给你啦，两百块得啦，就少啦，你吃欢喜啦。来四斤、五斤、来六斤给你，来两百块沙爹烤鸡，给你买下回来。来两百块来，这我靠，别说贵了。没有鱼没有了，姑娘。鲑鱼。沙爹鸡腿。鲑鱼哦。来两百块，最后一个客人沙爹鸡腿。
来人，分六支哦，你今年黑尾鱼季节过了，要吃黑尾鱼要去东港。七支五支，来六支，最后一个六支，三块的鸡腿，200块来，大哥别来，谢谢。阿哥要吃哪？拢有啊，我来陈阿姨来。啊，你可不可以爱三片的？你不要讲。来，陈阿姨卖卖1000，卖开800，来500块，500块。超级漂亮的尾鱼，来2碟400，3碟500。4碟哦，你来500块来。4碟我请你来来啦，大哥，我给4碟尔啦，无要紧啦，就不要笑啦。来500块，陈阿姨，够啦，别吃饱。一个妹啦，第二边走。谢谢，来阿边吃多啊，鱿鱼。500块钱。哦，先交流流。来，阿哥要爱三，你紧讲。来牛柳200块来，200块谁要牛柳的？来这一包，掏开就是一包，哦，一模一样的。来200块，3包、4包，我你来。100块我来，加热最好吃的黑椒牛柳，一包哦，100块哦，来100块的牛柳，100娘，100块，椰壳啊，我可以钓一下，拿多一点来这一包，河水加热最好吃的来，100块拢歪哦。一样的啦，好。两个买一个呀，来，安尼200拢买买来。送你一包，送你啦。哇，这真正无赚钱啊，好样。来，烤蛙鱿鱼200块，三个人加买来，三个客人吃来，最后一盘哦，要吃烤蛙鱿鱼的动作快哦。来，三位客人，来要吃烤蛙鱿鱼200块，今年买买，你三个人加，来200块得。来喝完油，来200块来。牛柳加咖喱很好吃，就黑胡椒牛柳咖喱。来200块，来前面大哥要来三个客人了，来200块安排都是重口味。200块，喝牛柳要吃咖喱，还是要吃三个客人吃。真的印度人，不要再喊了，不要再喊。麦哥赶快，大哥带两个人几个包进去。来200块，阿强哥啊，来三个人给妹妹喽，啊来，我还要钱要，好了好了，等我一下啊，来200块，另外有一个关过来，不要紧张，最后一个拿钱，这个咖喱，咖喱，大姐来，还有，你要听到咖喱，咖喱，我是咖喱，来800找你，我钱收了，好，我伸出来了，好，伸出来了，我跟你逛下去。来200块，上不开掉，大姐好，好，上用给你。来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是最后一盘了。你有没有得奖？有没有得奖啊？哈，无得无啊，哈。200块而已，紧点紧。有奖给啊吗？有的吗？拢有啊你。大爱嘛有啊，有几只？有几只？哇，那么多。好，谢谢各位鱿鱼拢有啊，好，感谢你。啊，阿姨啊，可以吼，好，感谢。较紧点，较紧。不苦不苦不苦苦，来200块，用单位的动作出来，你看看，来200块呢，拢有啊，好，还袂食，各类菜哦，食鱼啊，食肉，食菜拢有。一包个像咧是泡菜安尼啊，一包。没了。足好吃诶，原来伊拢买紫米花对了。来，紫米花先买一包1公斤的啊，我200-500，有包要食2包的无？啊，买一包够。免其他我200，来150好，你小块饮，但是中餐多好吃，一包150不贵啦。来150，通通有啦，青米花，好，谢谢，来阿边吃。青米花，酸溜高丽菜，今天宝贝就有，超好吃，超方便的，不用煮了，这天边鬼浪价，天边鬼浪贵不吗？哦，这个是泡菜啊，你那来一包1公斤的高丽菜，我卖讲是泡菜，我当作青1公斤嘛，爱卖你200。咱卖100，我卖你100块，来100块，哎呀，买一包等于吃胖妈来，酸溜高丽菜，哎，这个很好吃的，100块而已，来，大家要来，来先来100块而已，这边可以塞起啊，一包，你去餐厅吃足贵的，我卖你一包，大哥来，我带钱给你，因为他1公斤很重，等一下我装给你啊，来100块，谢谢你，多两个字也白，来大哥不好意思，来100块来。哎，他会找你，来100块，拢收掉了吗？酸溜高丽菜，请假红苹果加阿姨，你们去包的。来，100块而已。这里，我找900，我找900，一千我的，1000打1000，好，请大哥。我还没拿哦。我还没拿，好，抱歉，抱歉，还有，不要担心。来，谢谢大姐这边，来酸溜高丽菜，请假红蟹啊，请假红娘，拢完哈，来，好，谢谢。
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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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我今天卖换两百，不要喊两百，让大家买得到吃得到，来一百块就好了。我给你们一百两百弄的，来一百块来回去啊，来安尼一百块看谁人买掉了，来一百块来我去，来买两百，来今年一百弄，来一百块来回去啊，今年买一百块得，来我出来一百块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来一百块来回去啊，来一百块来我出来，来一百弄来弄我的来回去啊，来阿哥上门关掉来。有啊，你不啦，我咧不啦哈，站姐站姐哈，有啊，拢下叫嘿，来一百块尔，我叫啊，来一百块，我搞关起来，我拢不用叫你，你看，来一百块啦，我叫啊，我咧上花，我白不了你钱。来一百，来个三百块就。来花出来，一百块，来拿单了吗？来大姐两百，我再试叫好。这不贵哦，你啦。无啦，两百换送啊。两百呀，我讲起来，听到啦，有讲话较好听，好无？来回去还七百块来，你讲公平白啊？你讲公平啊？要怎？来回去还七百块来。哎呦！你大佬还讲钱？来回去还七百块来，冲冲累了啊！回去还有人没拿到吗？好来，这边。我可以啊。哎呀，那刚才那个房子破掉了。找九百。好。我喜欢。来，阿贝讲炸虾来。等我先收一下，等我。来九百来。来帮我倒在这边，等一下。大哥老大。来喝，阿哥贝讲哪位来？有二两军队牌炸虾。拜拜来啊！外公今天买就是上不了心吗？这一条卖八啊九的，两条一百出来了。对真对钱，一条内底拢有十只。我家黑啊，一千个五格啊！你对针对几对欺诈我，他就要爆爆枪。来，这个黑啊，没底啊，我能帮大我。来，七百块的，一百块来炸虾，一个人两盒，一百块而已。七百块俩来炸虾，多加，你看真真拒绝不？那真起来了，哦，沙拉好多的。来，七百块两盒，一百炸虾够了，宝贝的嘛，很方便啊，很好吃。来，七百块，统统有了哈，是我们自己做的。谢谢。来，要吃牛澳两鸡腿排，来给你喝。来，鸡腿排两百块，来今年贵的要吃鸡腿排，牛澳两的。动作快哈，快卖完了牛澳两。来三个客人，牛澳两鸡腿排，来三 G 来四 G 来五 G， 谢金牛啥？哎，你家哎，查甫讲伊查某的，来六 G， 来八 G， 来十 G 哦，来两百块。来鸡腿排够了，无先着无，来五 G。来飞机，来十机哦你，来两百块来，牛澳两鸡腿排，来大哥你也不要，来两机，来飞机，来两百块十机哦你，来两百块牛澳两鸡腿排，来弄回来，来两百来三杯牛澳两鸡腿排，动作快，三盒虾子，开始哈，春节收了哈，回家给你哈，来两百块了哈，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来给你两机。来七斤、八斤、九斤，赶快十斤哦！一斤来两百俩，来两百块都有了吗？牛澳两斤的牌来，大哥阿伯，好来，你讲阿伯好，谢谢。来两百块给你高兴，都来哦。来给你买新机，来两斤，香也很棒的大箱，对啊。来赶快十斤哦！你来两百块俩，来高兴大哥。气炸锅也很好用。别嫌嘛，这一般被不能卖。大哥拍谁？大哥收起来，没有了。来黑剑两百块来，手工的虾卷，来两百块来黑剑，来两百，进来，来加五条，来加九条，来十二条，这两条要请你来两百块黑剑，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够了，宝贝的吧？这手工虾卷超级好吃的，我没有骗你，来两百块来七条，来十条，
来十三，来十四条，来两百块黑金，来两百块个人都看到无？你袂啦啊！个蛋龟饼啊，是咧乱啊！来姐，你是咧干得好？两百块来四条，来十一条，十三条，十四条，你讲多好吃啊！不只是十二条啦，你讲饼干吼，你欢喜姐来，黑金两百块来，手工虾卷来，啊都上不去了，都拿到了吗？虾卷真的很好吃哦，对了。对了，好，谢谢阿妈，要放冰块了。来，阿妹吃这个酸菜锅啦。等下我是看这黑金生生的哈。来八条、十条、十一条，来十四条哩，来两百块手工虾卷，来都拿到了哈。好，谢谢。阿哥妹爱这来，藤椒酸菜锅，锅底啦，这锅底，这常温的哦，一克来八百啊，一包来八百啊，你可以全叉的看嘛，你得我五块钱啊。两包做一杯，三八杯，两八杯，来七八块得一百块来，这不便宜哦，但是做锅底很好吃，来七八块，一百块，一点哈，不必浪费，浪费浪费，来一百块来，来大家要吗？是可以用下去煮汤、煮火锅啦，做锅底非常好吃。来，阿妹夹鸡卷来，冬天呀，不是，我们鸡肉卷，啊，这是鸡卷哦，好吃的哦，吹了烧得这才拜拜。以前这餐厅的物件，来要吃的两百块，两百块来，一条百二，两条两百，大一点做后尾做，差不多两百块啊，无卖啊，两百块吃不完吗？不完，哪样啊？来啦，提起来送去，讲真嘞，两条两百你买不完啦，啊，真正好吃，来两百块来，鸡卷鸡卷，来两百块来。好，哎，两包两条，来三条哩。哎，这个真的是餐厅的东西，我来这菜区要好点呗。两包过来，三，鸡蛋出来，各上几条，四条哩，大概这个好吃。好吃哦，这个好吃。这两个上哩，四条哩，来两包过来。这个是菜。哎，这餐厅啊，吃这个物件，给他加了四条五百块，给你两百块哩。买两份。吹个小灯，吹个小灯。都好吃，这人买买，搁搞买贵箱的，啊，我无贵箱的，含袂住。来，两位，我帮你收好了，没有了，你别拿。来，鸡卷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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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来三百的，这个是那个是鸡肉，这边大哥三百的，对啊，我跟你讲鸡肉啦，三百倍的，这还一百倍的，哇，一百块哇，开始开始，没有了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，还没讲话呢，啊，几点半下班？没有了，就那个台东大哥妹妹是吧？想懂点你吃的嘛？你三百块多只，我给他想一只，我来八块，两百块。这只鸡三百只还两百块啊？两台小姐要怎么？两百鸡，三百百啦！来啊，拍头来！哇，我看你好一只吼，赞嘞！妹妹，赞，千几块而已，一只呢？下午要去新达港吗？来，讲一下，下午当然有，下午新达港。这两包一斤，一包半斤，三百块，对吧？